淮阳天堂无限炮，四栋全开，现在换关。换关看会不会跳一下，前面摇很多了。第一趟跳一下，啊，他第一反都不会死。我觉得你换一个打法好了。降到有的动三千炮，有的动四千炮。飞机那个，我觉得降下来，如果再没死就奇怪了。没有，哎呦，可可在猛，你看要不要？有的嘿，有的四千炮、三千炮、三千我都可以。有时候一降它就跳了，很奇怪。他如果再降还没跳，就他这个坎应该就蛮深的。死那一只变那么硬，都降下来了。神奇，降下来又全部要咬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干，还是先打别种看看吧，看别种会不会补。等一下，先回到原本的打法。那是干神奇，降下来了还不死，一个洞乱枪打鸟看看。华哥打法，那个华哥很厉害。他都随便这样乱枪打鸟，可以暴击十几次。啊，他跟我打的一样啊。哦，你也是用这样就对了。啊，所以都不是死财神啊。都死其他东西。而且你前面咬那么多，应该要补一下，有的没有的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是死财神吗？下面。铁八，铁八。铁巴共白啊，铁巴！给他坐啦，先中个对子。干你啊！真正铁巴，觉醒！Oh my god！ 修行啊！免讲啥都有啥。哇！搁开两千条一平。太扯了！太神奇了！都没神奇。你就是在想，你当时你铁巴，对啊，你有当时都这样，那有时候这样公共的，有帅什么？管你这，
哦。哎、欸，五千米啊！七百，哎、欸，吹了，七八吹了，鬼了清洗啊！看好一门，单跳，看要拼哪一门。我都没看下面。换关，好像没有头发。我们也是，这上面又变和尚了，出家。要拍女神啊，人家都想看女神。有，我上次有拍他。女神都在线上啊。为什么你知道线上啊？没有看过线上的。没有，他之前不线上的。你之前在线上。之前在线上。他元老嘞。哎、欸，是哦、喔欸，那时候我还没玩哦、喔。那时候我还没玩。我有跟你聊过天一两次而已。真假？应该没印象。哦、可能要看到照片才知道。女神都在线上。所以你被打下来了。对。女仙女打下来凡间。然后晕倒。那你线上做多久、啊？哦，这样蛮久啦、啊，几个月算蛮久了，三四个月有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三四个月。现场的比较满哦，攻给他攻、不太一样，可是现场的比较，给他攻，我觉得比较有互动会比较好玩。攻哦，对，现场的攻可以看很多客人，大妮妮啊，垃圾，我天吧。而且现场的就是你可以看啊，如果你不懂，客人都会跟你说。对，正常客人都很厉害。对，正常都会。那你在线上你不懂，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学过，然后你可能不懂，就会很多都不懂，对啊。问其他玩家。问我啊，我知道了。专业的，专业打 QQ 专业打。专业打钢珠吗？青蛙，青蛙，他打青蛙。是叫几耶？五万珠了。舒服。我现在都两万珠而已，每次都两万多珠到五万珠了。三万株我就觉得他的合照呢，上次那个金刚的五万株，睡觉起来五万株，好开心哦！他一比一的，对啊，一比一的更开心。等一下交换会一个妹妹，然后妹妹是新来的，动作会比较慢一点。我那个。对，所以你们要就是等他。没有，我要等，你下放。全员撤退。一五三七天井。对。好难打，好难打。每次都在咬吗？那两排啊。每次都在咬。几乎啊，打很久才会开啊，都高楼大厦。好险，我没有在玩那两排。恐怖。五分数，五个分数。哎，所以你是用酷小帮手跟我聊天的吗？对对，因为只有小帮手会在你们的那个群。哦，那应该是。应该是我要有人要问问题的那个吧。QQ 要开了吗？开了开了，真
要两只手不是会开吗？没有一定开，可是我在线上都开了。没有一定开，真的假的？还会这样哦、喔？你问我他，但是最好的模式不是掉下来也是没有八九十趴的就对了。但是那一趴的天选之人，真倒。奇怪，又没有人赢，怎么今天那么硬？因为上次暴击是你啊。对啊。QQ 的面来了。先把它放凉。太热。怎样？你的牌路吗？可以打吗？一转开，你打能做多少钱？走过去又是几秒。那一天我跟盛和在打，也是突然砰一声，讲发生什么代志？聊车遐。还是你要让他冷气一下，让他冷气啊，冷一下，下一只狂咬，他第一板都不会死，超扯，交给你了，没问题，圣和猪肉打死他，没办法，这家伙。要再喝一杯吗？要喝什么？可可女神帮你拿。帮你拿，帮你拿。我等下再拿就好。有可可吗？没有可可。冰可可。丢失。等一下，让你逼你去压百家。百家，我看一下，没有什么兵了。我很久没有玩机械了，真的没什么兵。哎，对，这个牌路，这个牌路怎么看都不太对。这个牌路我还好。哦，这牌路都好乱哦，百事还可以，其他都乱乱的。牌也快结束了。下咬光光，最近线上有一个超年轻的，20岁而已，小静吧，大夜班，小静吧，就是眼睛大大的那一个、啊，超大那一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还有人说他单眼，他眼睛很大呢。对啊，超大的，今年18岁。好，你赢了。更年轻。没事啊，大哥啊。而且这个洞有死过，应该要再跳一下。妈，你们两个小子都不太会死，是吧？好，完全没信任。等一下，先冷一下，先冷一下好了，这个有点怪怪的。抽个烟吧。好。